快来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来。我也要许一个我心里那个愿望，看他明年能不能实现。我也不能说出来。不能说出来。你不要着急，你的惊喜就只差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哇，这事儿是你急不来的， 对不对？真的太神奇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可能？就你不能着急。好，下面我们子璇来，好不好？